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2024，将于10月16日至19日喺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举行。今届大会以品牌汇聚、展现商机为主题，汇聚嚟自中国内地、马来西亚、意大利及本澳超过100个特许加盟、连锁经营及品牌代理企业参展，共觅品牌商机。集展览、论坛、商业配对、推介会、国际比赛为一体的 MFE， 自2009年举行首届至今，一直稳步成长，发展成投资者掌握连锁加盟新趋势、物色创业和合作机会的平台。过往不少国际品牌企业通过 MFE 引进内，成功落户澳门，亦都有澳门品牌藉此会展平台走出去，将业务拓展至大湾区。咁我哋澳门连锁加盟商会同 MFE 咧系同年成立，已经连续15年咧获邀成为 MFE。MFE 的主办单位之一，每一年 MFE 我们商会都有一系列的重要工作和活动，包括了澳门优秀连锁加盟品牌的评选、专业的论坛和颁奖典礼、连锁加盟实践工作坊和连锁加盟实践考察团。由2018年开始，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澳门招商局的指导之下，我们设立了中国连锁加盟境外优秀奖的奖项，包括了蜜雪冰城等等的获奖品牌已经陆续成功地落地了在澳门。我们商会亦都通过澳门优秀连锁加盟品牌奖推动和鼓励澳门本地的品牌走出澳门，做大做强的。果然有花是珠海著名的花店品牌，2021年首次参展 MFE 考察澳门市场，2022年于展会对接洽谈中寻找到在澳市场合作伙伴，2023年首家门店成功落户澳门，年底开始第二间分店。很开心我们2021年连续参加4次 MFE 的展会，也获得很好的好评。MFE 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不需要去到上海、杭州、成都，都可以链接到全国最优质的这些客户，我们也在这从中有一些业务的链接，这是 FME 给我们参展商最好的支持。澳门文创潮牌拒绝微笑成立于2021年，品牌于2023年首次参展亮相 MFE， 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多地企业与品牌青睐，并于展会期间与巨大集团签署 IP 合作意向协议。透过 MFE 啦，我哋可以系更好咁样去喺呢个平台上面去展示到我哋嘅理念啦、作品啦。就我哋参加上年 MFE 咁样举例啦，我哋有机会同咗内地商中机构啊，或者系品牌去接触啦，进一步去倾合作。咁呢点对我哋去进入内地市场嚟讲，是很大的幫助。今年咧係我哋品牌第二次去參加 MFE 啦，希望係可以喺今次嘅展會上邊，盡可能咁樣去多元嘅方式咁樣去展示到我哋品牌嘅理念同埋我哋做過嘅案例，希望可以連結到內地嘅一啲品牌方啦，都希望可以有更好嘅機會去連結到國際上嘅一啲品牌方，可以做到一個 IP 出海咁樣嘅一個成效。本屆 MFE 現場匯聚多家全球超過1000家門店的知名餐飲品牌企業，另外亦都有產品在2024 MFE 首發亮相，共覓商機。此外，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招商投資促進局、澳門連鎖加盟商會、澳門國際品牌企業商會共同主辦的2024 MFE， 將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第29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同期同場在澳門舉行，大家不要錯過了。